我是海飞星的鱼，给大家带来第一个舞蹈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感谢，谢谢。我刚睡醒，我刚睡醒，有心给我们点点心，谢谢。嗨，我刚上了，你等会儿。我还在迷迷糊糊当中，就没有啊，昨天就是我不知道穿什么衣服了。哥们，元宵节快乐，元宵节快乐，元宵节快乐。好，咱们还有新的宝宝，咱们点点心好吗？向我五百点一点，向我五百点一点，然后欢迎所有的家人们，对。咱们那个喜欢笑我的给我们点点关注好吗，谢谢大家。手机用户视频早上转后头加好信息，电脑用户视频右下角直播室通知我。谢谢大家 thank you， 么么哒么么哒，谢谢送礼物的哥哥们。
参考，谢谢谢谢谢当上五百点一点，谢谢大家，么么哒。
但是还有最后一个舞蹈啊，他这个衣服跳舞是有点尴尬，他总掉啊。好，各位喜欢笑给我们点点关注，怎么为何刚300多颗星啊？不是说到早上起来的时候子弹是最富裕的时候吗？下面呢，然后谢和一哥，谢送礼物的哥哥们。哎，然后椅子舞啊，这套衣服跳还是下套衣服跳？那这套衣服跳吧。好，最后一个舞蹈给大家带来一个椅子舞。欢迎所有的家人们，谢谢所有的哥哥们，谢谢点关注的哥哥们，辛苦了，哥哥们元宵节快乐，好吧？哥哥们要早上富裕的子弹，把心点一点，咱们哦，好吗？么么，谢谢，谢谢，然后看舞蹈就来993，今晚就这样研究的舞蹈频道，最后要跳椅子舞，元宵节 happy。我不会说元宵节，谢谢霸道哥，好久不见，你忙完了哥。哦，那最后一个跳椅子舞就好了。还有新的歌帮小我点点心，大家元宵节快乐，谢谢。椅子舞，椅子舞，椅子舞。哦，对。还有新的给我们点点心好吗？心心相，心心相印啊，心心心。好了，怎么啊？啊，再一15分钟之后再见。谢谢送礼物的各位，谢谢大哥，谢谢不凡哥哥。